如果 C-130 大力神运输机有一天变成了美国在太平洋的主力战机，你信还是不信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，多多少少啊有一点点玩笑性质，因为我们谈到美国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，大家第一个反应轰炸机的话，能想到的肯定是 B-2 轰炸机，甚至是未来的 B-21，还有现役的这个比较常用的 B-1B， 另外也是很常见的 B-52H。 如果说有一天啊，我们说美军的 C-130 大力神运输机在东亚地区突然成了对付中国的主力战机之一，甚至有可能比 B-1B 比 B-2 还好用，你觉得会是一个玩笑吗？在美国人看来有可能还真不是一个玩笑。最近呢，美国人搞了两个研究，其中一个就是用 C-130 运输机装了一个托盘，起飞以后呢，打开后舱门，让那个托盘滑下来，然后用这个降落伞把托盘拉平。那么托盘在空中姿态一稳定了以后，就开始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武器了。那个托盘本身是一个发射装置。那么一个运输机上可以放多个托盘，就可以发射多组导弹了。那么另一个计划呢，就是把130改了，加上几个大浮筒，把130变成了一个特大号的水上飞机。其实呢，运输机啊，改吧变成巡航导弹发射机，这个想法呢，国内外早就有设想。你看前段时间美国那个开挂演习的过程中啊，不就有这么一条吗？是 C-17 也用托盘发射导弹参与了对中国的攻击，就是六代机参战的那一次演习嘛。其实差不多十年前啊，我跟那个世界军事的陈虎老师在央视做过一期节目，那期节目呢，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题，说解放军这个轰炸机不太够怎么办呢？我们当时就想能不能啊用运八也这么改，在运八舱内加导轨，然后导弹呢巡航导弹嘛，用导轨滑出去，然后降落伞拉平了发射。那个时候呢，陈虎老师脑子一动也起个名叫运轰八，当然我们那个节目开玩笑性质的，只不过你看看相比之下运八 C-130 同一级别的呀。所以现在看来美国真的是按这条路坚持着试验下去了。拿这个运输机的轰炸机再往前倒的话，以色列刚建国的时候也干过，就是那个时候呢缺轰炸机，就拿这个运输机装上爆炸物往上一扔就将就一下得了。可是你看现在美国可不缺战略轰炸机啊，那 B-52 多少啊，就他这浓眉大眼的干嘛也要干这事儿呢？我觉得有两种情况可能让美国觉得需要把运输机当轰炸机使了。一种情况是轰炸机不够用了，另外一种情况是轰炸机用不上了。什么时候轰炸机会不够用啊？要么目标特别多，要么战区可能会出现某些原因，比如说机场遇到打击，跑道完蛋了，基地被毁了，轰炸机飞不起来了。对美国来说，如果出现这些情况，那可能空军的战略打击能力要么是不足，要么就是干脆没有了。假如说你对付的目标非常强大的话，那可能你轰炸机不够啊，你现有的轰炸机编队全起来之后，可能只能是对有限目标进行打击，饱和力度不够，这时候运输机参战。或者就是面对了大量的这种类似东风快递的打击啊，跑到千疮百孔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关岛基地没有了，迪格加西亚基地也没有了，这个时候需要运输机了。而 C-130 C-17 这些运输机恰好对跑道没什么太大要求，一个砂石跑道一个土跑道都可以起飞，而且呢机舱内用托盘发射，也不用给飞机安装什么外部挂架，只要有数据链能够把数据输入进来给导弹装定能够发射就行了。所以这种改造非常简单，运输机保有量又很大，使用起来要求很低，那么战略打击力量不就马上来了吗？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美军比如说新研制一种远程的高超音速武器，大型的导弹射程很高，但是可能那个弹体太大，我现有的 B-2 也好 B-1B 也好装不下，装不下怎么办？那就拿运输机装一下吧。以前也不是没有啊，比如过去美国那个在伊拉克扔的炸弹，炸弹之母那个东西，那就是炸弹体积太大，轰炸机弹仓根本装不下，最后用130扔的，道理是一样。至于说这个 C-130 改水上飞机，美国是说用这个130水上飞机啊作为特种作战使用。不过你这么大个东西要挂浮筒才能够在海上起降，而且呢要挂四个才够用，并且即使加了浮筒，在比较高的海况下也没法使用，只能是选择比较平静的水面进行起降。而且你加完浮筒之后，你有可能隐蔽吗？你本来就不是隐身飞机，再加上这么四个玩意儿，很有可能在很远距离上
就被我们发现了。你想投放特战人员不靠谱，除非你在一个很弱的国家周边干这个事情，对方战斗机也不行，远程警戒也不行，这还说得过去。不过呢，如果是 C-130 改完水上飞机，再涂个红十字的话，也许就好用了。比如说在战场边缘搜救一些落水飞行员，那没准真可以。因为呢，可能担心遭遇到一些反舰东风的打击，美军的这个两栖攻击舰也好啊，航母也好，不能太靠近那个一线战区嘛。飞行员落水之后，周围的水面舰艇没法靠近，直升机也飞不过来，航程不够。这个时候你弄一架 C-130 水上飞机，涂上红十字过来救人，战场救护嘛，我们可以饶你一命，这说得过去。总的来说呀，美军这么玩，技术上呢是有可行性，不过多多少少体现了一种无奈，因为你原有的作战体系恐怕不好使了，说到底被解放军逼的。解放军如果再努努力，美国这个项目呢没准就真成功了。至于说解放军会不会也这么改运八运九，不知道，反正你想吧，我们当初做那期节目大概是大约10年前。好，关于美国人怎么改 C-130, 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